什么是痴人啊？痴人就是指执着于世间一切，对于所有的感情、天、地、人、物都放不开。哦，不要，舅舅！保重啊，保重！啊！时间是注定的缘，今生是否会遇见？一如过往的季节，孤独哽咽，无惧生死的笑脸，浅浅寂寞生爱恋，已风干了的泪腺，只为你变现。我好像越过阴晴圆缺，去寻找遗失了的思念。如果你在眼前，我会让你看见。哦，我好像跃到天地之间，去追回失去了。